电影台前幕后大功臣，一起嚟讲下香港电影嘅今时往日。Hello， 我系曾光。人人都话咧，电影咧系娱乐大家嘅，我唔理佢系咪娱乐大家，做电影娱乐我就得噶啦，系咁多啫。开心大派对之光影梦工场，新机科技美容祝贺新城电台30周年。崭新科技无限美肌养生之道为你打造，肌灵逆转从新肌开始，立即 WhatsApp 9601-9771预约。新肌科技美容，你的肌灵管家帮到你。 Yes or no? Left or right? 同学仔面对未来各种可能性，点选择至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未来你想点？我啤你会请全港中小学校长畅谈对未来创新教育的睇法，分享学生和校长之间怎样互相影响，还会透过他们的成长经验为同学仔提供生涯规划和升学建议，找到人生方向，未来你想点都可以。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移动文化主持何伟峰、陈乐瑶、黎燕山，又到咗我哋礼拜二嘅移动文化节目啦。嗱，仍然系有我哋三位主持，我 Vincent 啦、何伟峰、山姐啦、黎燕山，仲有 Ellie 乐瑶。咁啊，我哋咧上个礼拜咧就继续音乐文化到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记唔记得啊？系啊，你啊，系咪契仔啊？定系唔系我契仔？我戏里边个契仔。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人靓吓、又声甜嘅一位歌手，不如阿珊姐你介绍下。好啊，嗱，我哋经常咧都会听到佢咧喺电视剧里边唱主题曲噶、就算啦，而家晚晚我哋睇紧嗰套《七公主》啊，个片尾曲咧都系由佢唱噶、佢就系坐喺我身边嘅谷阿薇 Vivian 啦、啊。欢迎你，欢迎你接受我哋嘅访问啊！多谢你哋。想嚟玩啊！系访问之前咧，提提大家，除咗听到我哋把声之外咧，仲可以喺新城电台嘅 Facebook 睇直播，留言俾谷阿薇、我哋仲有好多问题要问 Vivian 噶，咁啊，咁我记得咧，四月咧推出咗第一张专辑《哭墙》，而家又有新歌咯、咁我哋而家发觉你啲英文广东话越嚟越好，系啊，又越嚟越正、最近仲拍埋电视剧、对你嚟讲咧，唔系你母语嚟噶嘛？系啊，系咪好辛苦咁样，系咁练习啊？要每日都其实会嘅，因为其实我而家到咗一个樽颈期啊、因为我发现咧，其实语言呢件事咧，唔系我讲多我就会进步嘅、其实我而家尽量咧，基本上都系讲，即系我而家基本上我嘅所有嘅语言全部都系广东话。但系我发觉到而家呢一我呢一排咧，我觉得自己退步咗，我唔知道点解啊。系啊。即係少咗讀字啦，可能又唔係，即係都有讀字，但係咧，我發覺呢樣嘢係咪因為我覺得我係應該開始進步嘅一個、一個，我想行到另一個台階，咁係呢個時候我又停一停嘅呢個位，咁然後我再去做好啲準備，然後再上多一個台階咁、可能係咁、我自己估下。真係一個好努力嘅過程。係啊，不過咧，我聽聞咧就話咬筆咧，係咪可以幫助到發音啊？你係咪用過呢樣嘢嚟到做練習？啊、我唔係咬筆，係咬筷子。咬筷子。係啊係啊，咬筷子。係啊。咁筆都講住噴眼咪得啦。咁其實我覺得有幫助嘅，因為因為我哋普通話就唔會隻口擘得咁大嘅，即係我哋就比如說我講普通話嘅時候，我的嘴巴就很小，但係我講廣東話嘅時候，即係你每即係每一個字。你要佢係有口型嘅，個口型係好重要嘅，係啊。嗱，即係同阿 Vivian 傾偈咧，覺得佢個性格好獨特啊，同埋好堅強、好 tough 啊，呢、這個女孩子啦、咁啱啱過去呢個禮拜日咧，聽到你喺《勁歌金曲》裏邊啊，唱呢個瀟灑走一回，係啊，好聽到我哋係咁，真係左搖右擺，好似同你一齊置身喺嗰個歌裏邊。係啊，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因為前輩嘅歌嚟嘅，係啊，咁然後我哋將佢改咗一個Rarity 嘅版本。係啊，咁年青就已經有咁嘅成就啊，真係好難得啊，好唔簡單。咁同埋咧，我知道你最新嘅一首新歌咧，叫做《倔强》咁其实点解会叫倔强咧？其实系咪同你嘅性格咧都好似啊？因为我见到咧，
歌詞裏面有一段有一句寫著，當初我背井離鄉一個人走到南廠北的時候都沒有方向，蒙查查這樣的。咁其實問翻咧，你當初要選擇留喺香港，即係發展你自己的事業嘅時候，點解會揀香港呢？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緣分嚟嘅。我係內地，其實都有做過歌手啦。咁然後喺台灣咧都參加過比賽，嗰陣時佢哋都想簽我做歌手啦。但係我覺得唔係一個最好嘅 timing 咯，因為嗰段時間我都喺一邊讀書，然後一邊追求自己夢想。當我嚟到香港嘅時候，唔知點解就。可能是读书读完了嘛，然后真的觉得想投入去做歌手咯，然后刚刚好来到这里有这个机会，公司要签我，我就放弃了其他地方，就真的只身一人来了香港咯。所以说 Vivian 好真的很进取，因为你香港是一个讲白话、广东话的地方，你完全都好肯接受挑战。即你首先要大胆行出嚟，要识得咬筷子，系啊，发音先啦。其实初初嚟好难嘅，广东话系九声噶嘛，好难。因为初初嚟，我系唔识听，唔识讲，我好困难。我包括我连行到街，即系我都会紧张嘅，因为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同我讲嘅嘢，我又听唔明；我同人哋讲嘅嘢，人又听唔明，系一个好大嘅障碍嚟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即系学到广东话，我沟通到咯。我初初最搞笑嘅时候系我出街买嘢啦，我都会即系扮嘢咁样讲翻广东话。咁讲完之后，我会特登问人哋、你听唔听到我有啲咩口音噶？我似唔似翻广东话？我会问 sales 咁样去问。个 sales 永远望住你个样，边都唔识答，靓到咁样个美女问我。Vivian 你是一个非常之勇敢的人，是不是来香港坐嘛？同时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不如听听你首歌好吗？好啊。
FM 99.7新城资讯台。依家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全城期待打新冠疫苗抽楼，9月8日揭中。赶唔切参加，信和集团旗下黄庭芳慈善基金同华人置业宣布加码。9月30日前，只要全港有500万人打咗第一针，即送多一层楼做第二轮抽奖。9月2日9点开始登记。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推广生意竞赛牌照号码54404-5、54768-9及54781。20部奥迪房车大抽奖。仲有100部最新苹果手机，立即下载富途牛牛，然后进入牛牛圈参与分享讨论，就可以登记抽奖。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54873。又要讲嘢播歌，又要睇实天气交通，你都仲可以接听众电话，我做到就嚟冧档啦！直播室咁多突发事，梗系要打醒12分精神先得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一众资深广播人唔只会教授真正开咪技巧，仲会分享佢哋临场执生嘅有趣经历。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0月开课，查询热线31209988或上 metroradio.com/997睇详情啦。对抗顽固色斑到底有咩好方法？新城资讯台星期日保健日5至5:30，医学美容教室，善雅轩自然疗法医生 Dr. Lee 会同你分享美白淡斑嘅秘诀。记住星期日下昼5收听啦。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移动文化主持何伟峰、陈乐瑶。黎燕山，好，又翻嚟我哋移动文化啦，有我陈乐瑶、珊姐同埋何伟峰做主持，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谷阿薇啊。各位如果有嘢想问嘅话咧，记得喺 Facebook 留言俾我哋啊，问阿 Vivian 噶啊，又问翻 Vivian 先，因为啱啱咧就听过你首歌《倔强》啦，我又睇咗你个 MV 啦，真系好靓，多谢。原来咧。作曲填詞仲做埋導演添喎，咁啊同埋見到佢 rap 咧，即係女仔咧好少 rap 得咁自然啦、流暢啦，同咁好聽。因為我自己都中意 hip hop style。哇！我都係好犀利啊，係啊，好有水準啊，好有水準啊！你自己有投入咧。我好滿意，其實即係我攞到呢一首歌最尾嘅版本嘅時候，錄完之後啦，做出一個成本出嚟，即係成品出嚟嘅時候。哇！我係好感動啊，我自己喊啊，因為真係自己一手一腳作出嚟嘅一個作品啊，即係好似我自己，好似一個親生嘅 BB 咁樣。因為之前可能都係有監製幫我有作曲、有作詞啊，咁然後有幫我做埋所有嘢啦。咁今次真係自己全手，即係全部都係自己參與其中嘅，所以呢一種感覺係唔同曬嘅。係啊 ，Vivian， 我覺得你一定係一個咧一絲不苟嘅人。系嘛？咁啊，頭先監製咧就俾咗你個成績表我，成績表咧即係你一路嚇點樣嚇由細細個開始咧喺音樂造詣裏邊啦。咁不如俾個時間我讀一讀出嚟啦。哇！真係要俾啲聽眾知道嚇。呢個犀利啫。哇！嗱 ，Vivian 咧由細開始好中意音樂啦。咁啊，16岁嗰時候咧就已經唔理爸爸嘅反對咧，就開始咧研習聲樂啦。哇！做咗個湖南方面咧，湖南呢湖南省第一名啦，全國嘅第二名嘅成績咧，考咗入去武漢音樂學院。係。咁啊，真係好難考。係啊，你頭先話係咪有九所啊？係啦，全中國九所音樂學院，咁然後武漢音樂學院係排穿全中國第二嘅。哇，跟住繼續講咯嚇。後嚟咧又成為咗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喺即係讀研究生，主修美聲。Opera 係主修 Opera。咁仲參加過咧《快樂女聲》啦，後嚟參加咗《超級巨星4》，係嘛？攞到亞軍，正式入咗學壇啦。係。咁跟住咧，佢夢想咧仲繼續堅持到今日喎。但係我覺得好多學位啊，真係。係啦，好多學位，孭住咁多學位，咁多
即係叫做背書啦，我哋叫做係嘛？咁你其實個壓力一定繼續大嘅，咁中間咧一定可能試過啊高山低谷啦。我係好高山低谷，係啦，講下啲低谷啊。其實咧，我係因為我本身咧喺內地啦，同埋台灣咧都有做過歌手嘅。咁最終咧揀咗嚟香港做歌手啦。咁因為始終香港唔係我嘅 mother language， 咁對於我嚟講係好困難嘅。我因為語言嘅問題，我都受到好多攻擊啦。咁因為語言嘅問題，我都冇乜工作啦。曾經就真係完全係可能一兩年嘅時間就真係零 job 啦，牛喺屋企啦。咁仲要扮翻工出去開工咁樣，唔想。很擔心啦，咁其實我經歷好多嘢嘅，但所以我覺得因為我自己有咁多嘅經歷，令到我覺得好多嘢我比同年齡層嘅人就可能睇得開好多，因為我嘅經歷足夠多，同埋我真係自己一個人嚟咗香港呢個陌生嘅地方去闖蕩去發展，咁即係我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好有故事嘅人咯，其實係就係咁。係咪因為你即係經歷，即係學你話話事計咧，即係經歷過高山低谷，你經歷多啊，所以咧你好早咧就已經對自己個方向同埋嗰個價值觀好清晰，知道自己要乜嘢，所以你就嚟咗香港發展，一定要學好個廣東話先啦，首先係咪？咁但係而家你即係經歷咗一段時間啦，咁你入咗行都。嗱，你知啦，即係呢行咧都需要有啲朋友啦，係咪啊？咁到而家有冇一啲即係知心友啊，或者係啲閨蜜啊咁樣咧？咁其實都有嘅，大家其實都好支持我，啲朋友都好支持我，包括之前出即係四月。出碟啊，哭場嘅時候，咁都有大班好大一班圈內嘅朋友過嚟支持我，咁其實我都好感動嘅。佢哋因為我啲朋友都係一直以來啦，佢哋俾咗我好多正面嘅鼓勵啦，譬如佢哋成日，譬如大小姐啦，佢成日 send message 俾我，譬如我前一晚唱完 rock 嗰首歌，佢即刻就 cap 圖俾我，佢就話啊，你著呢啲衫好靚啊，即係佢話香港而家好少有女仔可以咁樣型型地啊，你可以 keep 住呢個形象啊，佢係咁，即係總之佢會幫佢好多鼓勵嘅説話啦，包括我第一次拍劇啦，咁我真係乜嘢都唔知道，我冇做過噶嘛，咁我哋。正是停車場撞到他就上了我的車然後幫我抹低啲嘢教我怎樣做還送了啲筆啊啲文具俾我教我應該怎樣搞怎樣做哇所以有 Vivian 呢真係出路貴人出路遇貴人啊嚇即係睇得出啦你係好多人去支持你啦好似講翻你上次出唱片嘅時候呢喺一個招待會咧，係啊，好多朋友超多朋友嚟到嚇撐你喎、啊。係啊，因為佢哋覺得咁多年啦，你終於出碟啦，大家都好盼望啊，幫我集氣啊，係係係。即係講翻你拍劇啦，咁你而家都冇難度啦，你個廣東話咁好啦，已經啱啱咁啱咧，因為咧我嗰套劇咧係一個我飾演嘅角色咧係一個內地嚟香港讀書嘅一個學生，我反而咧唔可以咁準咯。係係啊係啊係啊。啱我咯，不過喺過程當中咧，我諗你都好辛酸噶啦，即係都試過一啲嚇唔開心嘅嘢。不如我哋聽下你首歌《哭牆》啦，好嘛？好。
FM 99.7新城资讯台。下午1:30。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新城电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作为成功女企业家，大湾区的融合所带动的经济和商机绝对不容忽视。在粤港澳大湾区蓝图下，刚柔并济，发挥优势。女性有力于湾区发展浪潮中齐创芳华盛世，要为接轨大湾区做好准备，立即参加今年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认识联系不同行业的成功女企业家，共创共建更强更有协同效益的商界朋友圈。快点登入 gba-owea.com 报名。我觉得光荣因有你拥。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1，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合办，金赞助商德善医疗集团。想人生活得更有意义，就记得不要停止前进的步伐，无论几岁都可以学习新事物。星期一至四，听实由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和新城电台带来的自在人生大学堂，在家都可以自我增值。今期课程包括认识世界文化遗产、基础批判与逻辑思考、理财之道以及健康饮食。逢星期四朝早10:00至11:00，主题健康饮食，主持啤梨请来营养师卢以恩、黄雅婷和邓咏贤，和你在新城资讯台一起准时上堂。逢星期日晚1:00至2:00，还可以足本重温自在人生大学堂一星期内容。上 metroradio.com.hk/cbmp 或者下载新城电台 app 都有得听翻噶。向前走，北京报FM 99.7 Metro Info FM 99.7新城资讯台。移动文化主持何伟峰、陈乐瑶、黎燕山。啊、欢迎继续回来移动文化啦，继续有 Vivian 坐在我们身边一起聊天啦。啊、Vivian 啊，讲回你呢、拍剧啦、其实那个剧已经是拍完的了。是啊，拍完了。那你拍的时候、那个广东话对你来讲属不属于都有少少困难呢？啊，咁即系呢一套剧真系好好彩嘅，因为我系饰演一个内地嚟香港嘅留学生，咁、我就唔使广东话好正咁样咯，所以都简单嘅，冇即系去执我啲字啊，系反而要即系我要系啊，我要唔准先啱啊，系啊，系系哦，咁样你嘅对手？我嘅对手就有 Hubert 啦、胡鸿钧啦，同埋 Lincoln， 就系天堂鸟嗰个 Lincoln， 系啊系啊系啊。中文名系咩啊 ？Lincoln。是不是 我想问一下就是许俊豪。许俊豪是不是那啱了。那他为什么会成日在戏里面要虐打你啊，即是啱啱做第一次戏呢，那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受啊，是不是真打的，是我们都有真打的。我记得第一场戏我就被打啦。哇，我们试过这样是打借位啦、但发觉都不是那么好，然后
第二場，我哋第一場第二次再試過，一巴打過嚟，哇！醒曬啊！即係個牙冒星星啊，個成頭都係星星啊，咁樣嗡嗡嗡咁樣。你敢唔敢話俾媽咪聽？啲父母真係聽到真係好心痛啊！我就係將咧嗰啲劇照啦，譬如即係化到我成頭都係血嗰啲相，我 send 俾我媽咪睇啦。我媽咪話：啊，你點解咁慘嘅？係咪真㗎？我唔係假嘅，假嘅。下次唔好再俾佢啦，全部同我翻嚟，唔準繼續做。係啊，係啊。其實咧，講翻你唱歌同拍戲咧，真係兩回事嚟嘅。係啊，係啊。有冇少少覺得哇？唉，第二次拍拍啦，真係專注唱歌好啦。咁有冇諗？唔會啊，我覺得第一次拍得太少，得四集。我覺得唔過癮啊！我想拍多啲，我希望下一次真係可以全程參與，可以由頭到尾咯咁樣。即係其實戲劇都其實真係幾過癮嘅。係啊，好好玩嘅，係啊，因為我可以做唔同嘅角色，係啊。即係喺你自己即係冇發生嘅嘢，可能喺個戲劇裏邊嘅世界咧，可以參與到咧，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好另類嘅開心。同埋我覺得好 magic 啦，因為呢個戲入邊你真係可以即係當你做翻另一個角色嘅時候，你可以做啲關於你自己嘅嘢噶嘛，我覺得呢個好神奇啊，好好玩啊，係啊，係啊，即係 Ellie 啊，我哋做父母啊嘛，嗬，即係有時咧見到啲下一代咧，即係啲細路哥咧咁樣，其實都要支持佢哋啊，嚇，就好似阿 Vivian 講啦，佢隻身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即係仲要扮翻工啊，或者即係未有嘢做啦，即係明白嘅，因為新人呢段過程咧好刻苦噶，你睇下你撐唔撐到，咁但係你都要生活噶嘛，係咪？即係屋企嘅支持對你好大嘅動力，好大動力，因為如果不是家人支持我，想我應該即係留不到咁長時間，係啊，同埋佢哋真的俾咗我一個好強嘅強心針，令到我可以勇敢去追求自己夢想咯，係啊。有冇一啲好感動嘅媽咪同你講，或者屋企人同你講啊？你唔使理咁多啦，女，你去做你自己中意嘅嘢啦，有冇啊？其實不嬲都有嘅，一直都係咁樣。其實我家人對我一直都係咁樣嘅，爸爸可能嚴格啲就一直係唔支持，但係佢嗰種明面上係唔支持，但係暗地裏咧，佢係咪幫你嘅？係啦，佢暗地裏咧同媽咪講話，你俾多啲錢佢使下啦，你唔好俾佢一個人挨捱窮啊！即係類似啦，因為我屋企即係我香港都有親戚嘅，我阿姨係香港啦，咁佢哋全部都企喺我呢一邊啦。譬如我有啲咩係啊，譬如同爸爸有啲咩溝通唔到嘅，阿姨都會幫下手啦。然後阿姨我係香港，佢哋都會照顧翻我嘅，係啊，係啊。非常好啊！咁講翻你同你阿師兄啦，胡鴻鈞啦，咁佢有冇教下你啊做戲啊，或者有啲咩要注意啊咁樣啊？啊，好好笑啊！我有一場戲同佢一齊對戲啦，我哋兩個一場啦。咁嗰一場我又好緊張嘅，咁然後咧，我係要去嗰、那個有一個窿入邊跑出嚟啦，佢又帶我走啦，因為我俾 Lincoln 即係追殺咁樣，類似咁樣嘅情節。咁然後佢就我同佢拍過一場啦。我真係嗰一刻咧，我唔知點解啊，我好入戲啊，我入到咧驚到咧，我隻手隻腳都開始痹啊！我嗰一刻我先感受到，原來你真係驚嘅時候，你根本跑唔到噶。我唔知㗎，個情況就好似我哋當年考牌咁，考車牌啊，真係會好震㗎，好驚嘅。我隻手閉到咧，隻腳閉到咧，然後佢叫我走嗰陣時咧，我企喺嗰度，我係緊張到咧，成個人咧好似傻咗咁樣，係啊，然後即係好長一段時間抽離唔到，然後我就算去到嗰邊導演叫我去嗰邊坐，然後我隻手都咁震，咁震，咁震，哇！我先知道原來拍劇真係好唔容易。哇！咁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你都好中意戲劇喎。係啊，真係嗱，而家問你啦，歌手同一個演員兩個唔同嘅即係嘅工作範疇嚟嘅，咁兩個世界，咁你覺得你自己中意邊樣多啲咧？我即係暫時嚟講嚇，因為我一直以來都係唱歌，拍劇係啱啱先開始，而家嗰個興趣咧就好想拍多啲劇咯。因為唱歌我係平時都可以唱，隨時都可以唱，但拍劇唔係嘅，你要有劇本啦，當然有導演嘅監製賞識你，你先可以有角色噶嘛。所以我想而家暫時呢個階段想拍劇咯。係，同埋最難一樣嘢咧，即係一啲咁好質素嘅歌手咧，有一個形象啦，你要即係要入去呢一個戲劇嘅世界裏邊咧，你要
擺低自己的包袱，自己的身段，去投入到個角色，你先至係 number one 啊嘛，先演到個角色嘛。做演員就要咁樣。係啊，今日可以同阿珊姐請教下，係啊，即係導演出身咁多，係啊，呢就係導演嚟啊。哇，咁我如果係咁依下拍過嘢啦，你而家你個導演喎，唔係，即係我 cast 緊你。係啦，如果我 casting， 我應我覺得我得唔得咧？點解唔得咧？簡直超班啦！好考我啊！好得，即係我好希望嚟緊呢套戲咧，我會睇到你嘅表演啦。雖然短短地係咪先？但我覺得你一定係用翻你嘅即係全神貫注啦。好似頭先話，即係落嚟香港係咪先？不屈不撓嘅精神啦，係嘛？所以咧，你頭先話到底你第日到底你問阿珊姐中意拍戲啊定係唱歌？不如我覺得咧，佢嚟緊咧，真係兩樣嘢都好中意嘅，係啊，我係一直唱歌，係一直都好中意。咁啊，跟住送一首歌俾你聽啦，《該如何放棄其中一種愛》啦，好嘛？
果手机，立即下载富途牛牛，然后进入牛牛圈参与分享讨论，就可以登记抽奖。优惠受条款及实有约束，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54873。平时出街就真系行街咁简单，我哋行紧嘅每条街其实可能蕴藏住悠长历史同故事。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世界随意门节目内小嘴巴大世界环节会播出由一班中小学生编写的历史文化学堂香港街道几行电台演讲，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的嘉宾和主持叶泳诗还会点评解说，一起听下同学仔怎样用独特方法介绍香港街道和古迹啦。音乐泛指任何以声音组成的艺术，英文 music 就是源于古希腊 muse 女神的艺术的意思。愁看残红乱舞，亦花底初冬风。音乐和声音的分别就是音乐需要透过你的心去想象和感受，120分钟用心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音乐空间。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无缝音乐，程海欣。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其实香港人好想去旅行，香港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旅行的民族嚟。系啊系啊，香港人真系旅行精嚟噶。咁啊 ，Linga， 你哋嘅好好过生活导赏喺呢一两年实好受欢迎啦。但系好得意咧，就系香港人嗰个旅游嘅概念，就觉得我一定要去啲我未去过、好难去嘅地方咁样。佢哋最中意讲嘅咩？我自己都识去啦，我自己都识食啦咁样。咁佢哋会觉得我喺呢个地方，我自然识嗰啲嘢，你俾呢啲信息我系冇价值噶噃咁样。即係以前會好多呢啲嘅，咁但係隨住真係多咗人做導賞，同埋個形式都好唔同啦。即係開始多咗人知道導賞係咩回事，咁所以咧都會多咗人願意俾一個高少少嘅金額去參加導賞。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聞前，晚上8点新聞前。时刻无望，香港仲有好能量。移动文化主持何伟峰、陈乐瑶、黎燕山。啊，继续翻嚟移动文化啦，继续有我哋三位主持同埋、三位小天使系啦，陪住呢位美丽小天使。Hello，Vivian 你好。喂，阿 Vivian， 你知唔知好多你嘅 fans 啊留言啊，我哋问你咧，即系其中一个咧就话，你有冇学其他乐器？其实有嘅，琴啦。然后前一排咧，突然间咧就好想去学打鼓，而家学紧打鼓，新嘅系啊，新嘅乐器，严格啲嘅。系啊，但系点解你即系你即系？我觉得你系一出世咧，就嗰个音乐细胞咧就已经系充满晒，系咪？喂，我哋就知啦吓，胎教啊嘛，你妈咪驮你嘅时候咧，系咪成日听好多音乐啊？我觉得系咯，咁中意音乐嘅吓，系咯，系啊，因为妈咪同我讲过嘅，佢话佢其实咧就佢话驮我嘅时候有成日听歌嘅，所以可能我出生就好中意唱歌，同埋我爸爸妈妈都好中意唱歌，佢哋系啊，真系。有啲网友问啊，你乐器啊，除咗打鼓之外，仲有冇其他乐器？琴系钢琴，系啊，写歌嗰阵时啦，就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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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系吉他都识少少，即系近几个 chord 啫咁样咯，系啊。但系你可以点样可以分到个时间可以学咁多样嘢噶？嗬，真系好进取吓。我觉得系咁嘅，有一个说话叫做咩啊？时间总会有嘅，只是要去游。Lisa， 最紧要系你自己想唔想去做嘅啫。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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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咁亦都咧有啲 fans 咧话微微啊有足够嘅实力担任星梦二啦导师，希望可以啦，系啊系啊，绝对可以，系啊，因为我都系因为我本身自己就都有教学生唱歌嘅，咁呢个都系我嚟香港嘅其中即系另一份 job 嚟嘅，咁都大家都有提议话啊，点解你唔做导师咁样？咁我都会即系好似大胆啲啦，同公司申请下啦，睇下可唔可以用到我做导师咁样啦。咁所以我最近见到报道啦，Ellie 啦，同你咧都一齐啦，为登堂入室粤
粵語歌唱比賽咧做評審喎。咁呢個歌唱比賽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比賽咧一定要唱廣東歌啦。咁我知道咧，即係你又參加過好多比賽啦，係咪先？你應該有好多心得嘅喎。你可唔可以同啲啊朋友仔參加嘅人嚇講下你嘅心得啊？因為其實咧，我覺得比賽呢樣嘢好多人都即係都唔敢啊。因為我覺得尤其是表演類嘅，譬如唱歌啦，譬如主持啦，譬如演戲啦，總之係呢一類你要 show 自己嘅時候，你真係要即係。我覺得需要有野心咯，因為始終佢係一個表現你自己嘅嘢。咁如果我覺得參賽者首先佢要有對自己有足夠嘅信心，係啦。咁然後你如果真係中意呢件事嘅時候，你要俾多啲心機去練咯。因為唱歌係冇其他竅門嘅，真係冇竅門，就係你真係要好努力去。开声练声咯，要多唱系。咁但系即系你咁资深，同埋你咁叻，你即系你个 gen 根本就系好强。咁但系如果你可唔可以有一啲即系有啲 tips 系俾一啲参赛者喺个 on stage 喺个台上面系点样去令到自己赢面大咧吓？因为我觉得系咁嘅比赛咧，其实就系斗边个嘅。心理質素好啲啊嘛，其實可能大家係下面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水平啊，大家都可能不相差唔多，差唔多噶啦。但係如果你嘅心理質素好啲嘅話，你上台咧，你 keep 到咧，咁你就會贏過人哋噶啦。自信心咯，係啦，所以形象都好緊要㗎。形象係啊，形象顧問就擔任係啦，形象顧問啦。咁啊，頭裝衫就一定要有啦。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咧，即係大家都可以請教下微微，因為咧，你唱歌。歌嘅时候嗰个样啊，表情控制咧，我觉得我麻麻地啫。你唔系啊，好酷啊，因为佢 rap 又型啦，即系唱情歌个样又够，即系入戏啦。呢一个你有冇即系啲心得？例如可能自己录咗啊，然后即系俾自己睇下，或者俾啲 friend 睇下啊，或者系点样去练啊？我觉得系要自己练嘅。首先啦，你对镜，对镜系好重要嘅。我其实咧，因为我覺得自己呢一塊係好缺少嘅，因為我覺得唔夠嘅，所以我呢一排咧就係、是、即係我呢一排我好留意留心呢樣嘢啦，咁然後我就開始對鏡去練自己點樣去笑啊，點樣去投入啊，即係你又係保持一個最靚嘅狀態，咁你係有投入到呢一首歌入邊咯，同埋講真即係。造型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是這樣經歷過來的，即當你穿到不漂亮的衣服，又或者即幫你化到不漂亮的妝，你整個人就淡了。哇，這件事我們做 artist 就很明白，即你的妝、你的頭、你的衣服不漂亮，很沒有自信，你的信心就立刻那天全部輸了，會覺得是的。但我想問一下Vivian， 為什麼你在台上可以這麼收放自如，咁放啊！即係以前我哋阿妹姐咧嚇，哇！亦都係即係舞台嘅皇后啦，亦都係有呢一樣嘢。我覺得你係做到咯。哇！多謝。點樣可以即係你係咪會成日都會對住塊鏡喺度跳啊？或者係學跳舞，每日都分好多時間自己。我而家真係學緊跳舞啊！係啦，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肢體係好可以幫助到我哋放鬆嘅。因為如果你個肢體唔夠嘅話，你把聲都會緊張。所以我都同佢哋講，我都同參賽者又講話，其實咧，如果係啊，要鬆放鬆自己，同埋你哋而家得閒咧，真係要去跑步啊，因為跑步咧可以幫你成個人定啊，好定嘅係啊，因為個氣咧係咁樣嘅，即係咧，如果你個肺即係肺活量咧唔夠嘅話，你一上台你就一定一緊張就會抽噶啦，所以。你要練多啲氣咯，我覺得氣係唱歌嘅根本嚟嘅，係基礎嚟嘅。咁但係你都係有時都需要休息㗎，你都係人嚟㗎嘛，你成日處於咁嘅情況咧，都即係可能都會緊張。咁你自己有冇啲減壓嘅方法㗎？我嘅減壓嘅方法，我減壓就係、是、譬如咧，我上台，我上台之前啊，如果真係後台。我緊張啦，我好緊張啦，我會做一樣嘢，就係、是、譬如我會放鬆，即係將成個人才垂落去啦，然後揈下揈下揈下啦，然後個如果個面緊張啦，我就會打嘟嘟嗰啲，然後仲有一樣嘢係令到你口齒可以清晰啲嘅，就係、是、你條脷咧喺個口入邊咧轉360度，哦，係啦。咁可以幫助你個口，係啊係啊係啊！今日呢個訪問，大家學到好多嘢啊！係啊，哇！喂，仲有一樣嘢咧，嗱，你知啦，嚟緊啊中秋節咯，係咁啊嚇，你會唔會都有人月兩團圓呢一個組合啊出現啊？
即係感情問題啊！感情啊嘛，感情開唔開心啊？多一個同你一齊睇月光啊！哇，咁又冇應該同陪媽咪，一定陪媽咪。陪媽咪啊，係啊，係啊 ，OK， 阿姨啦，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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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媽咪同阿姨佢哋食團圓飯。嗯，係。嗱 ，fans 又有問你啦，之前咧努力練成嘅腹肌仲喺咩度啊？啊，仲有少少，仲有少少，練埋腹肌添。係啊，係係。真係好勁啊！咁仲有邊位做評判啊？係啊係啊，雖然我知啊，阿微微都講下啦。咁啊仲有就做形象啦，係啦係啦係啊，仲有資深啦，資深音樂人係冇得啦，係啊，有啊 Wendy 啦、李煥明博士啦、黃奕啦，同埋今次咧主辦人咧 Alan 翁喎，咁啊希望咧樂壇發掘更加多嘅新力軍啦。冇錯，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啊、都差不多去到尾聲啦，係嘛、嗯？咁又係啲禮物，係啊，送禮物時候，係啊，有禮物收，呢個老闆娘，好靚啊！哇，呢個客哥咧，哇，係我中意個綠色嚟㗎，靚靚。咁啊咧，呢個咧，我哋 wow 咧，就係呢個就由我親自設計啦，呢一個咧係。一個Cosmo 嘅系列，即係咧波斯谷啊，好啱啊微微啊，因為微微好正能量啦，同埋懷住初心啊，好似佢一開始咧就咁中意音樂，跟住經過過五關斬六將，終於今日咧成功啊！所以呢個咧呢個係咪耳環嚟㗎？係啊，哇好正啊，係啊成套頸鏈、手鏈，哦手鏈都有戒指，哇終於戴咗，我而家好中意，而家就戴啦，好飾物都好靚喎。再加埋呢個雙手唱歌一定要揸住，係咯，一定要戴戒指好靚，係啊，呢個真係。許個願先啊！中秋節你話同媽媽一齊過啊嘛，係嘛？係啊。咁我可能分一份送一個俾媽咪。係啊，係啊，係啊，哇！真係乖女。咁咪話俾媽媽聽咯。係啊。好嘛，我哋送首歌俾啲聽眾啦。好啊。啊，同媽媽講聲啦，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唱我呢首。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嗱，谷夏未能够上嚟同我哋即系倾偈啦，吓，好开心啊！可以同大家可以倾到咁多嘢。好啦，咁啊，祝你啊中秋节快乐，同埋咧祝你嘅事业更上一层楼。我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系啊，我哋大家都人月两团圆，继续支持，好，拜拜，拜拜。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想足本重温啱啱嘅节目内容。